宝。环通组第十二组通市八德区大型社区发展协会，因的主题叫做“水土先锋来进步”。那先看到车顶一个白兔，啊，兔台底呢，伊毛一个灯光，在那讲的这大金元宝，结合着在元宝顶啊吼，会使讲美丽仙女来做陪伴，大家看到都感觉无同款。而且因的材质呢，嘛非常的特别，是邀请着师傅来替因来做指导来制作的吼。所以大型社区发展协会嘛，为阮带来非常赞的演出啦吼，来准备好未？来，请表演。感谢大型社区发展协会，感谢。谢谢，接下来是邀请组。